这盘棋讲解是穷追猛打，2021年的个人赛，红方郑维彤，黑方赵欣欣，开局是中炮对平风马，这里红方形成的是五七炮，黑方就上马封车，这儿对方出横车，以往有这个马二进的走法，但是由于这个马定位过早，容易被围，所以呢黑方这时候出车，试图呢车一平四，跟红方争先手，红方车九平六。那么这里的话，黑方这个炮将来是要封车的，对方可能吃双啊，这儿就先飞象。即便如此，红方也是进车抓，他的目的是把黑方引过来，然后呢，这里炮退一步，待对方补士抓车的时候，这个车再退回，准备顶马。如果黑方还要炮三平二，那红方等于抢了一步棋，所以的话，这个棋啊，黑方肯定不甘心，要切进去。红方刚才退炮可以说未雨绸缪，这儿的话他想上马，又怕对方串，所以呢这个棋先过河车再上马。黑方当然是对一下，如果你吃退炮打你，你的三路线将会受攻，那临场对方也就对掉。双方交换掉之后上马，这里黑方看住自己的中卒，红方上马是一个飞刀啊，如果你要过来，他马上就弃车。这里有一个将军之后重炮的杀招，这是无解的。所以的话到这里呀，黑方是不能过来牵制的。黑方先退一步再去牵啊，红方赶快上，避免被牵。黑方卒五进吃马反击，红方先行看住，找机会呢平炮啊过来打卒打车。黑方先回马，红方就平炮。这里黑方是要打车，红方也要打车。如果交换会怎么样呢？打着马先手，进卒之后呢，炮打出来，天地炮啊，出老将的话底线一将，落象的话是不想让炮被牵住，然后呢平炮一将，进来之后呢回马进枪，这儿的话你就躲开，这炮打卒又是一个底线门弓，不能飞象踩掉了，只能平炮，这样的话这个棋啊就非常难下了，红方随时可以呢。三兵渡河啊，那么黑方这个棋确实是啊受制啊，那你看似上马可以踩双，实则呢红方上马继续叫闷，这里只能补象，那么中炮一放，你这边这个马上不去啊，当然是退炮准备硬上，他这里就回马，那么这里的话你硬上这个棋啊肯定是行不通啊，进炮不让对方踩象，对方硬冲啊，你再退的话也消极，上马的话就刚好平兵，就把马抓死了。这儿你要不甘心吃掉啊，打一将，然后把你炮给踩了，所以这里会失子啊。那么红方这个兵过河非常厉害，所以你没有车的情况下，这个子力位置差就会被控盘。所幸呢，这个棋就退一步忍让，那么对方自然是甩车过来，黑方踩着炮啊，进行了一个回马反击，红方顺势一将，这个棋呢必须得退炮才行啊。实战的话没有退炮，很可惜，走了一步落势，被人家车点进来。此时呢，这个棋只能交换，结果打了一将，有象无处飞，只能补士。杀了一将之后啊，他也不着急吃炮，底线一将先吃掉你的士，因为你不能走炮三进一担子炮，他可以底线杀棋啊。这儿的话就只能飞象解杀，然后这里呢追杀对方。接下来这棋呢，选择的招法就是兵五进一啊。那么黑方车一平四，红方也就补士，黑方小卒过河啊，避免被炮吃掉。那么这儿的话，红方走的是飞象，把对方赶走。如果你要换炮，那这个棋啊，车兵过来就很厉害了。然后这个退车试图呢吃卒，你不能冲啊，一冲过来吃炮，所以他就先进炮。先进炮的话，这个棋啊，他就调车过来。那么黑方也就看着自己的卒，红方这时候有一个平炮。准备呢车一将重炮杀棋，黑方自然进老将，红方中兵顺势呢推过来，接下来对方呢有一个平车吃炮，哎，这儿人家不要了，点将一破象太凶啊，你飞象他就卡住象眼，然后呢这个象就落回，红方顺势平炮打车，太精妙，你一吃将军把车抽了，那你不吃就甩过来，这个棋啊他随时啊进炮有一个甩炮打马杀招，平炮也是为了防守啊，点将，如果你下去的话，这一甩炮就杀棋了，所以只有垫，垫完之后这儿一吃连削带打，
那这个棋对方也是崩溃了。但是到这儿也没办法，看着这边抓死马不说，点将还抽了车，所以只能先把车逃起来。这儿顺势又是一脚，黑方的过卒也是顽强，但是呢还是被人家利用踩着车。你一吃他退车，又要看马，要抓你死马，黑方不甘心啊，上来。那这样的话顺势一脚，你只能吃兵，瞬间把马一吃，形成了三英战吕布之势。到这里的话，那这个棋啊，赵欣欣也不得不认输了。那么郑维桐获胜。